前，108个人从一个小村子出来，大仗拼命就为了一口饭吃。这就是三字营最早的兄弟，领头的就是我们三个。今天我选了一个好地方送你走。我跟你说过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是对的。明年这个时候我都请你喝酒，告诉你我这一年都做了什么。刚从京城回来，为咱们的百姓免了3年的征税。明年我保证每一个百姓都吃得饱。迟早会明白，小七狗子死的是值得的。苏州那4000死的也是值得的。你也是值得的。苏州你要造反，我本可以杀你，可是我不舍。可是现在朝廷要你，恶鬼，你说我怎么办？你出来。好兄弟，安心上路。